结义连退，结其实是竹字旁，不过古代都习惯写草字旁。结义。结义，这种叫斜边，斜边，然后点，左边、中间、右边点，腿，斜重一点，尖斜。边，哇，这边的字笔画都好多啊，那你就可以轻轻重重去解释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写一个草写，如果不要了，就可以用轻轻重重的去，让它看起来每个字还是有相当的变化。虽然它外形上很接近，好，连左边，退右边，颠左边，好，那看起来不太一样。颠沛。故意写小一点，飞，继续写小，继续写小一点，点配飞，飞亏亏就是刚才一直写的小，就是为衬托这个亏字，让它看起来比较大，因为当时觉得这个笔画多嘛，所以就会。想把它看起来大，然后稍微有点落差，降低一下，变得亏。